因为名导卢贝松执导的电影《台北追缉令》全片画面均选在台湾，包含著名观光圣地西门町、中山堂、台北101等，都是剧情内容重要的场所。这也是卢贝松继2014年的露西与台湾结缘后，再次来台湾取景。而金马影后桂纶镁首度与好莱坞团队合作饰演女车手，片中帅气飙车的画面刺激又过瘾。她事前做了不少功课，并经过特殊训练，不过戏外的她超注重安全驾驶。非常的紧张，因为你必须要完成演就是戏你的剧情，然后但是你又要注意安全。但我要说的是，其实我们的车技指导非常的专业，交给他我就很安心。然后当然大部分的动作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完成的。指导下完成。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国际制作的电影，我觉得让我学习很多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专业分工的部分，而且很尊重专业之外，所有的演员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就已经完全准备好，没有一刻是有过多的讨论，你到现场就是你必须要完全的在状况里。韩哥江成浩饰演电影中反派，虽然是个十恶不赦的贩毒集团首脑官，但他表示自己对桂纶镁的爱是真的。在片中，江成浩与美国缉毒局探员，也是桂纶镁的旧爱陆柯一凡是有激烈的对手戏。陆柯一凡斯还表示，江成浩真的狠狠 K 了他一顿，近身肉搏的精彩对决，等着大家一同到电影院观战。You're in trouble now.